有那么夸张吗？你懂吗？你要把打电脑变成一种艺术。你弹钢琴家弹完琴之后，是不是就得这个样子？说不定我是你的对家律师。王潇，你再说一遍。万一你成了甲方呢？王潇，这个不行哈，回去修改。好的，王总。我跟潇哥好像永远都不在对方的 list 上面。我没有啊，你在我的 list 上面。你骗人！你说一下你的 list 前三是谁？秋怡、尹飞。你还在我的前三 list 里，我要把你踢出去。在座的六位要组成两人一组来表演节目。然后我跟周深老师比较熟，在我的列表里哦。我都可以。你好随便啊，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凑合的对象。那就除了萨老师都可以。我可能幸运那一个嘛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可以一起劈叉。夸你右边的人。陈震真的是一个好看的男孩子，有些艺人可能跟精修图是真的。有些艺人。比如。